这不还吐起来呢？这月都是真血啊！你谁啊？中枪都不死是吧？我是拍戏的，我是动作演员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不拍了。我们要学李小龙、成龙那样用功夫打的一片天地，我们还有多少钱？不到1000块钱。我今天就有收入了，吃点苦肉怎么样？加油！我相信大家有决心，将来一定会成功。朱朝阳。 我们要开拍《神雕侠侣》，聂南一号啊，是那个雕。坚持自己的梦想，总有一天会实现的。挡住你丑陋的面庞，你以为是主角啊？朱朝阳。